我是小杨，今天用鸡蛋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做法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把鸡蛋下锅煮八分钟，煮好的鸡蛋过一下凉水，这样好去皮。再撒点香菜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道香喷入味的鸡蛋就这样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尝试一下，方法非常的简单。我是小杨，每天更新不同的美食，喜欢就关注我一下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